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啊！今天呢，咱们就集中看一个武将的录像吧，蒋钦啊，这个武将其实很少见啊，发挥确实不是经常很亮眼啊，所以咱们看看今天这几局录像到底有什么样亮眼的发挥啊？对不对？其实有些武将大家可能都看腻了，咱们看看第一局。这个主持人玩的地叫好吃不如枣子啊，冷门武将对不对？咱们也关注一下。虽然我知道大部分人都关了啊，周泰蒋钦啊还可以，比较硬。看看这局会发生什么故事啊？八号也两杀一闪，可以了。三尖两刃刀，顺手顺摧手毁。牵羊。顺了一个字母哥啊，这种肯定是脸砸键盘上了，起名的时候，对吧？你观看，今夜天下，又砸键略盘上了，天不小下心大砸到鼠势，标了，就亮将了，知己知彼，没毛病了，所以就这笔，杀。哟，这又一是招惹攻一谁了？入，哦，原鲁来是王这样，马那上没问题前，啊，毕竟魏国招仇化恨，伏羲，若轻欲于成大敌，他肯定要想杀了目吧？为之什么？小节，你说一个女请人，共同算对我吧？吧。她。无懈这个可有一个击，男人天天让他对姨手妈，一招对不对？他肯定来，不爽。送女他为儿什么给归他于无家。懈啊？如果你是魏，你就开黑的。反正一个女人，如果一个男人让他天天姨妈，那必须不行。共同算我的，鼠辈，这怎么这俩请人他妈上。明摆着开黑的？我就这样，不是，关键是你开黑你还这么菜啊？你郭嘉夏侯惇还不让他出来。杀黑不过孟获给他截白，胡了，此但是类截可胡也爱，可以敌卖人啊。真是难受。妈，这反正这个甄姬离脸和他携手有同开心黑的吧，嫌疑方啊。能解决我军之危还万机。箭啊，反正也不知道杀，是啥，他杀，应该不是魏吧？就杀，瞎放吧，瞎放吧，来吧，瞎急而放，杀真的呀！是瞎急而放，这也不敢卖，敌视爱不卖不成，卖，便不卖拉回倒，盘前院。你不卖就是菜啊，是不是？取封侯爵哎，赏，丁奉，正在今日，短兵轻啊，甲，这反正就开始以保乱军打了性吧，就命。杀这敌，种局已经没有什么章法了，对于路人来说哪你有的什么章罪法，就孽，胡砍，永胡可是各很种瞎难砍。宽恕的。你说你还不如刚才卖，刚才卖不也一样吗？他杀你，你再闪，无中生有，反正你被迫乐卖。不思蜀，兵粮我只能食说亡。这胡逼打，导致魏国很可能就轻松获胜，是吧？对不对？你说这怎么办？一会儿都被收尸了，这都不知道怎么办啊！只能亮了，随便拆一拆啊，聊以慰藉，拆甄姬，看能不能大拆丈个夫 AOE 为人来了。坦荡，没看下 AOE 手了，牌算什么？拆个破杀，要不闪兄电来一弟，发吧？嗯，行吧，拼死摸两张，还没毛可病。一战，换脸牌，谁敢再反发正自雷己霆？一时不会下死，一收步，不了尸。这边那个估计是去世了。此乃驱虎吞狼之他什计。么灌食府都不灌呢？灌食府都不灌。飘摇兮，我要是若他，我因就灌孟任获公了。系，就孟获击智杀了，多爽！则广但纳。是你先杀他也行吧，但桀他骜我估计是不不厉爱害，江东小霸王，对吧？你幸看你都亡不我碰他，他一个两血孙辈有个将。屁用！九杀死了。算了，死了吧，那就留孟获吧。留孟获这个太尸可体是不怕。能被收的啊，他不收，他说你这垃圾，别卡我颜面。甄姬还是爱我的，我也爱甄姬。你们爱我吗？火杀，弹幕前的妹杀。子们，哎呦，这怎么还有张闪？可以啊，运气不错啊。你借还不刀亮杀人，啊？中，我当要不替中天了，行道。被我喊出来了。替天行道，过河拆骚桥，扰一下，好，这个骚扰非常漂亮啊，先拼再精准的拆掉桃子，好，白银狮子，敌情这已很难了然于打啊，胸，这孟即获刻加出油发。啊，拆了一个他九，你看这桃子多的是啊，这个也没什么杀的，让孟获加油吧，孟获希望你厉害一点，丞相助我，达飞哥有吗？咋，你还不想让他那什么？知道。不是你闻杀他讯干什已么？杀至，他就应该是没有飞蛾了，不然他不可能让杀他，让他给他排继续杀，怎么？那不没法杀是不是？好，反正就是丧心病狂啊，逮谁打谁，爱谁谁，狗咬狗，一嘴毛啊，他还不过给河他，拆他桥，看来他不爱甄姬。小小娃娃，乳小臭小未娃娃，乳干，臭未干。好，你看魏国我乐就不知道思裤裆蜀，里都是桃，慢慢的拆。难道炸了吗？好，炸了，他有一个桃，那他死了。哇，秉忠赶紧贞之瞎杀。国。受千原年地爆晦炸，气，你这真的还是是原适地爆合炸，远离朝然后又堂，开个见桃人园，皆还好说有过国无河拆界，桥，顺手牵羊。
其实我感觉应该先开乐，骗吴懈，再开桃园。我觉得桃园更重要啊，这个局桃园可能比乐还重要啊。一曲他不救了，他觉得他翻面了就不救了，他要没翻面肯定救了，是不是？文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仿佛兮若青云之牛月，为什么是牛呢？因为像牛一样粗壮。好，杀一刀，挑战一下八卦阵啊，行吧，挑战吧。哎，这位置不好，所以说这个吴国的阵法技很鸡肋啊，就不像人魏国直接召唤，你这。这简直很尴尬、啊。甘宁，请助我一臂之力，来吧！又拼了一个桃，太骚了，我只能说，真的，简直骚无敌。来看看，先看他火攻他，这火攻都该死了吧？这还能不死吗？这火攻你还不死，对不对？没有黑桃，但是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是黑桃，是不是？但他还真是个黑，是吧？攻死一个，啊，再杀一个，但是还是不好打，还是没有阵法技。但是这个偷窥底库还，看看一会儿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啊？反正拆了几张牌啊，确实是拆了几张牌。这局我跟你说，这太史慈非常的精妙啊，好几手拆牌拼点都非常精妙。他不敢挑了，他已经怂了，怂是没有用的啊，杀他。你怎么不决斗他呀？你打他，你打他等于卖孟获，卖孟获你也赢不了，兄弟。我真不是我说你。好精妙啊！不是你这一手，我觉得就应该直接拆。为什么你拼点是人家选择，你拆是你选择，对不对？就还是一个万念加一个那什么啊，兄弟，你安心的去吧。啊，他还有一个万念，他可能要放万念收了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路一条了，随便挑，瞎鸡儿挑一下了，挑了个桃，杀一刀。你不放万念吗？放不放都无所谓了，爱放不放，不放人家收，直接放了吧。当然，经常有人问三人局为什么没有阵法技，三人局他肯定没有阵法技啊，三人局就不存在阵法技了。因为三人局大家可以互相成为一对立，你们懂不懂？就是三人局大家可以互相成为一对立，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谁跟谁是什么一对立的。你可以说太史慈是一号位，也可以说周泰是一号位，也可以说郭嘉是一号位。先别搞他了，先这么随便待待啊。对，这里肯定是先养一养，把他养到不想打了或者怎么样的，来个乐。你的牌太多了，拆光啊。当然你想杀一刀再拆他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建议还是先不要，因为这个泰尔兹实在是虚弱啊。好，不给，因为要冠师傅强杀他的。好，九杀了。哇，这个你有点憋不住了啊，这个叫你这男人真抠啊，还是什么啊，给补两张，能不能拆掉关键牌啊？看一下手牌算什么，给吓跑了！你看了我底裤，我不啥也没有，我底裤真的是啥也没有，我太监了。好，咱们再看第二局。这个主持小玩意叫霸，勇气继承人，好，孙奔讲亲啊。以后就不要什么说什么孙奔该三血还是该四血啊？你愿意三血就三血，愿意四血就四血。我不想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对错，没有什么对错。北海仇恩，神庭酣战。好，拼点只有傻子才会出大点吧？我觉得，除非你真的有 K， 你就愿意憋他。但是憋了也结下了永久的仇恨。那一般没有那么多傻子。好，看看，一下不敢出来，然后还是砍。就有的时候吧，你藏碰上那些理智的可能就起作用，碰上憨憨他就管你，你爱啥啥都就非要干你。击鼓于此以至四方，击鼓于此以至四方。好，他不敢卖了，已经打无懈了，连队友都不舍得翻回来了。乐不思蜀，乐住啊，不洗澡。黄元英张飞厉害了，是呢，行吧。
你其实可以顺他，我觉得他没什么货了，他都怂了，你没看，对不对？你顺邓艾嘛，肯定是顺邓艾，邓艾有桃，对吧？荀攸刚才都怂了，这里是没什么可出来的，那边都被乐了，先让他们安安静静的过了这轮乐。这貂蝉就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怎么好像还有约定的样子？岂能长久乎？没有约定。万物皆有变化。好，他把荀攸的乐给解决了。姑且看之。无中生有，并不能安安静静的，大家还是很熙熙攘攘啊，纷纷扰扰啊。这个貂蝉非要出来拉仇恨，你说两个人都被乐了，你去拆一下干嘛呀？过了得了呗，就打不到你头上。日子不过了，祝融。祝融小美眉，哎，这一局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位置啊，刚才也是太史慈，这局这个位置可以形成阵法，只要杀掉一个蜀国，对吧？这个位置还可以，夹杀蜀国就干蜀国。这什么毒条啊？这就是跃进嘛？这什么毒条？好，这边他很遗憾的中了乐，被移到那边，南蛮入侵。舒坦，你还有吗？没了。但是太史慈出来搅屎，杀神长人，这波搅屎非常的精妙，有义德，成功的搅了一波屎啊！杀！哦，主视角刚，周泰的技能，我刚才我光看见主视角没周泰，下意识的以为是上局了，忘了太史慈这把事了，就是周泰，我实在是我以为是。上局的恍惚啊，好，这一手救的非常精妙、当然这个邓艾就不用救了，如果真杀了，但你这里要不要出来收呢？他本身我出来收一波，你就收吧，你收不收还是打鼠，先收他也行。风起应子，好，就拆掉一张雌雄双股剑，还是很厉害。吾等戮力同心，还是把他收了。定能回天转任。这个人出来太危险了。数量没毛病啊，貂蝉你自处吧。貂蝉不知道他会打谁，他可能就随便待一下，顺一下摸一下。哎呦，大哥，你要把他打死吗？他打不死，他是周泰。离间就离间吧，离间还白嫖一张呢，血赚。建功立业，封其印，从未正其事业。好，你们注意啊，刚才三人局是没有阵法的，但是现在是一个完美阵型啊，杀你们谁，你们都是无双，接下来就揍他们。想过这关，好，咱们可以看看无双的威力啊。这人怎么都这人怎么这么过分啊？两个桃，一个远交。快意恩仇，你也太过分了！好，有此无声，这超爽！这双无双，而且是太史慈，太史慈双无双。过河拆桥，杀！太爽了！尝尝这南蛮之地的烈火之热！爽的鸭皮，还想破阵法？不容易啊，能破吗？张角，张角就算了，别杀了，刚才他是无双。还判了个黑，这里就不去了。太史慈希望你意识到，在这边玩大象也挺烦，关键是这还能吸血。这局要进入肉搏阶段了，大家互相肉搏。虽然是无双，在这边吸血，这边弄个张角，烦的鸭皮。也不看看我是何人，这还真不好赢。说真的，没那么好赢。虽然是无双，但是真没那么好赢。八卦阵什么？看他有没有闪。有闪，有闪也没用，有闪也没用，你没有黑桃，而且你无双，你怕不怕？这波侦查非常的给力，而且无双杀张角确实起到作用。别死！不过这局也得益于这个周泰非常的硬啊，在貂蝉面前，对吧？毕竟，好，这个北海仇恩，神庭参战，继续无双，有死无生，好救。救吧，救我们，救我们继续无双。岂能当休？我这救一下吧，不救吧。休想过我这！自信他硬，你太自信了吧？这都自信。赢你还不容易？八部天龙也自信。必是有死无生，正其时也。可以，太厉害了！大丈夫为人坦荡，看下手牌算什么？拆，接下来，哎呦，驰骋疆场，但是他还是可能要死。他说：“鸟翔太棒了。”但你别死啊，但把他杀拆了，他没有杀了，你拆杀特别爽。
即刻出发。但他没杀，好，这没有鸟翔了，随便砍一砍。这个牌我觉得你没必要留连弩吧，北海你想留也行，你信仰，万一他死了，其实你可以丈八拍那两红。铁锁连环，好，不让连，毕竟有兽医是吧？但是他看见两个桃，他也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大丈夫为人坦荡，他告诉队友，他又开始通牌了，太无耻了！告诉队友，别慌，割俩桃，你慌什么？让他卖。哎，你看，不是这一波是非常精妙，就告诉你，割是俩桃，你卖，你就出门就卖，是不是？这波卖的非常的爽，他卖了个闪，确实不亏啊。无中生有，杀。好，敌情已了然于胸，应该先看再开无中，即可出发。而且这里没换雌雄剑啊，当然了，你用丈八也可以，丈八是稳定不断杀，神庭也挺好的。好，卖，你看这不就是出门就卖吗？要不他不敢卖。这波不亏，超爽。这波不亏，这波吾等戮力同心，有一下就必死了，不死不死就放万念，你死了也没关系。不亏。哇，这两个人生生的肉搏把这帮人全砍死了，舒服啊，这局确实很有发挥啊，休想过我这关，周泰蒋钦都有发挥啊，漂亮，只能说。再看第三局啊，第三局主持人玩家的叫炎炎什么君啊，看不太清楚啊，好，丁凤蒋钦啊，好，蒋钦的录像还挺有意思的啊，丁凤蒋钦，哟，这牌挺好啊，走不动道了是吧？不要出来乱搞，不建议出来乱搞，专家建议啊。看一看，干他妈李脸，好，他一看，其实他看见李脸亮了，倒可以理解，因为你不亮，李脸肯定想一，就是不说百分之百吧，就百分之。九十的李典都会抢手亮的，就我的李典只要能抢到我都亮的。好，这边又征查了位了，那就干他们。这个连弩不要露出来。这智训急者，烧他个落花流水，方为痛快。好，翻这个连弩，哎呦，这个连弩你好吧？那你就投他，那你就上。好，那就别杀了呗。你翻队友，你笑什么？你翻队友，人家就不杀了，人正好没有，是不是？你还笑？李典曹丕他肯定会抢手量的，没毛病，这百分之百会抢手量，他翻队友就不理他了。你是想多了，这个抢手量我认为真的没问题，因为你不抢手量，你想李典曹丕这不是抢手量，这那杀伤力不用我多说了。好，对着一顿毒打，盖闪闪，但是他把队友翻了也挺好的，我说的是吴国挺好的。边是个张任，他要被穿心了，看他会不会穿吧。好，一箭穿心，哪里可逃，舒适安详，机灵、大家前赴后继呢。好，又来个箭出，感觉这帮魏国真的是日了狗了，本来想大有作为，上保国家下安黎民，这帮魏国真的本来想大有作为，结果被别人大有作为了。子建，接下来那当然，如果说都是群，哎，其实说实在，如果真的都是群，你也赢不了。好，又出来个位，大锤来了。好，就你了，你怎么说？云妹说：“我是一个低调的人，跟我无关。”好，那这个人已经世外桃源去了啊。接下来打打看呗。反正大家也都亮了，也没有藏着掖着的，反正有人藏半个将，半个将就不知道了。这边反杀，先到先得，连弩反杀，救啊！他是你队友啊，你被翻面了，肯定要救的呀，因为你不救他也是砍你，对不对？雷杀，哎呦，挺多啊，小兄弟，但是你这个你对，最后顺啊，先顺就杀不到了。好，杀，这局没有队友啊，那就说明没有阵法技了，只能靠偷窥来了。好，无中生有，
杀一刀，张任被爆锤啊！这个赵云如果尝个厉害的将，可就真的能赢啊，比如说黄莺莺啊、庞统啊什么的。但是他如果尝小胖，那就一般一般般啊。敌情看看看看，了然于胸，你看，出发，过河拆桥。这个斧子得拆了啊！他没打吴邪，他说意思是你不杀我，好吧？哎呀，行吧。哎呦，这藏个黄莺莺，从他扔的牌来说，他很可能虚报了好东西啊！这里他放张任出来，因为张任他毕竟打不到这边，他打位对吧？蜀国而且存在威胁。好，还没有进鏖战，因为还这边还躺着一个大锤，他灌不出来的，他牌不够。这个藏着个黄莺莺怎么办啊？怎么能让大家一起打上呢？但是你也不能说牌，是不是？好，他亮了，他说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了，那你就来吧。不过黄莺莺蹲坑这么半天，说不定直接打爆了。单挑打黄莺莺赵云，我觉得基本毫无胜算啊。但是黄莺莺这回合想把他们都杀光是不太可能，可能能杀掉一个。好，冰住啊！目前来说，对吧？大家都很平稳啊，给他乐，给他冰顺了。对，看这是什么？手绿皮啊，这绿皮就不管了。这里顺了他，大家一起打黄莺莺，对吧？没毛病。不是你这干嘛？你又是穿他干什么呀？借刀杀人，你别去招惹夏侯惇了，兄弟。你不招惹他，我觉得他不一定会招惹你了吧？你怎么还去招惹他？放你出来不是为了打他的？哎呦，这黄莺莺还是耐不住寂寞，把他收了。我是黄莺莺，我就不收。为什么？我是黄莺莺，我这一刀就杀他，然后让他再去杀他。他如果不杀他，他就继续杀他啊，反正就这么道理。不过有一个好处，就进鏖战了。进鏖战的话，也不一定说是好处吧。好，骚扰他，火攻干他，肯定干他啊！顺手牵羊，顺手八卦阵，盯住啊！好，留一个乐不思蜀。对吧？张任，对吧？就丁奉对张任这么好，什么又顺的，又顺兵的，又抢救的，对吧？你就不可能打好，把这黄莺赶紧干掉啊，对吧？干掉打张任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杀他个落花流水，方为痛快。这杀人鸟随便胡砍一刀。桃园结义。结果这个马腾不知道怎么，不知道是真断杀了还是怎么着，还是故意的，我就不知道了啊。能进能退，其实马腾和丁奉单挑。一个带负一，一个也带负一，两个人都带负一。你不看了吗？哎，这排序是错的啊！他这个排序是错的。你们玩奖金的时候，如果手里有能变化的牌，一定要先看再换，这样他不是不知道你牌吗？啊，看来马腾是真的没有，刚才没有杀，他还是想杀的。二号位置什么？你管是什么呢？对吧？那个人已经不玩了，他是什么很重要吗？你们三个人先决定个胜负再说。敌情已了然于胸，好，即刻出发，短兵相接，短兵相接，勇者胜。好，开始杀这个。乐住啊，就是他已经决定跟马腾单挑了，就意思我没有藏牌给他看，就意思我啥没好牌，你赶紧杀他。我猜他是这个意思，他也没有去拆，你看他也没拆马腾嘛，而且很不遗余力啊，就是意思就是咱俩单挑，也别比咱俩白板单挑，负一马单挑。为人坦荡。看下手牌算什么，你看他还是不拆，很讲究啊，特别讲究。他怕他不死，就特别主事长是真的讲究，给了这个马腾公平的单挑机会啊，而且让马腾占尽了便宜。看看马腾，对不对？马腾表示我还是打一打的。这个主事长确实很讲究啊，特别公平，给了他，就是都不拆你，就是不拆你啊，就给了你最舒适的环境单挑。我就是一个勇者，我就给你单挑，我就不怕你。哎呦，不会吧？感动了吗？打死二，他不敢打死二，他们二是无果，你可以打死。完了，互相感动了，怎么办？彼此爱上了对方，要举白旗了。哇，这招通过看牌来感化敌人。我看你的牌，我都不拆；我看了你的黑色酒，我不拆；我看你的黑色乐，我不拆。公平的跟你决斗，我本来以为要公平的决斗，结果这一刀
大繁化简，简直是啊深入人心啊，令在下佩服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看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